欢迎各位帅哥美女又来到我们的课堂啊，我们今天来继续学习汉语啊。那么呢，汉语呢，这个键表我们已经都会了。我们键表的时候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表有内部表和外部表的区别，还有分区表是吧？分区表其实本质是什么？就是一个表里面，它还分了子目录吧，对吧？每个子目录就是一个所谓的分区啊，分区，然后分区那个子目录是不是有个名字啊？那子目录名字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标记，等于某一个具体的值，那个名字是不是就是这样？比如说你用一个什么 day 这个变量作为分区标志，那某一个具体的分区，那就是 day 等于什么什么东西吧，是吧？ day 等于一就是一个分区， day 等于二是不是另一个分区啊？那就这么回事啊。好，那 OK， 那接下来再来一下，再来赶快直接来干查询吧，好吧，那直接来干查询啊，那个数据类型一会儿再说，直接来干查询。那这个查询语法呢，大家应该基本的语法我相信大家还是会的啊，比如说 select 星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吧， select 星没问题。条件查询 select count 星，这个不是条件查询，还是个基本的，我这里是用了一个什么函数是吧，我这是用了一个函数，然后这里还用了一个另一个函数叫做 max 啊 max， 哎，这个函数和这个函数有什么区别吗？max 是求最大值是吧？啊，这个我待会再跟你说啊，这个函数我相信这两个函数你是认识的，但这里面还有深意，还有深意，这里面还有深意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看你是不是真的懂。比如说这个函数啊 ，select substring， 比如说一个 name 一个零，减两个 from， 比如说 table user 是吧？啊，然后当然还有别的啊，比如说还有它的 age 是吧 ？from， 好，我再写一个，我看你是不是真懂。select name 然后 max 不 name sex max age from table user， 这个语句这两个语句哪个有错？为这个错在哪？这个错在哪？那 name sex 的错倒反过来了，这样啊？删了是吧？我不删。我删一个行吗？我就不删了，我就这样，我不想删怎么办啊？ goodbye 什么 sex 是不是也行啊？不赖啊，但是只有一部分同学在说出来啊，还有一部分同学在懵逼状态中，他都不知道这个错在哪是吧？这是函数的区别啊。这个函数呢是一个单行的函数，这个函数是一个聚合函数，懂意思吗？待会再跟你说吧，好吧？我就说刚才这里有，我说这里有深意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函数它分为两类啊，就基本的函数分为两类，一种是单行函数，一种是聚合函数，待会再说啊。好，这是一些基本的，至少这个语法你看得懂呗？还有条件查询的语法看得懂吧？只要给星 from 哪个 where 一个什么字段小于一个什么值是吧？或者 where 一个条件 and 另一个条件，这没问题吧？啊，这也简单啊。那我们继续来，还有 join， 我来先给大家过一下啊，一些基本的查询。join 大家都会吗？join， 那比如说我有这个文件 A。E B 二 C 三 D 四 A 叉叉 B Y Y D Z Z E P P，
然后我要你，比如说我要你去，我这么写，select A 点 sin B 点 sin from table A join table B on A 点 name 等于 B 点 name，这个就 name，会出什么结果？不知道是吧？来，我给你搞一下啊，看到啊？这个 have 主要就是给你们复习一下 SQL 啊。我要先要起 have，我现在怎么起啊？我可以起一个服务是吧？have server 这里没有配 pass 呀，那我的服务起在五上算了好吗？have server 二走起，哎，我怎么把它起在前台了？啊，起在前台就起在前台吧，我再克隆一个出来行吗？我再起一个客户端啊，b line 杠 u gdbc have 二，然后 local host 10000，然后杠 name root 走 show tables。一个什么 table count text 是吧？sex 是吧？我来一个 table a 行吗？那我搞一个 table a，把这两数据搞进去啊。一个 a 点 ts，一个 b 点 ts。create table a 里面有两个字段，一个叫做 name string，一个叫做啥？一个 name，一个什么 number？b 呢？name nick 是吧？好吧，一个 number，一个 int 吧。然后呢，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s terminated by 逗号走起，再建一个表是吧？create table，哎，待会儿我把我敲的所有的语句，我今天给你整着，这不然的话有同学也。再去练习的时候也就不知道该练什么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现在做了个什么事啊？做一个 join 的事啊。先给你建了一个表，再建一个表，create table 什么 b，然后有一个 name，还有一个 nick name 是吧？一个昵称，然后 row format delimited field terminated by，没问题吧？然后呢，数据呢，a 点 tst 的数据在这儿，就这样拿过来，b 点 tst 在这儿拿过来 然后我就去干嘛？我就去把它执行一下呗。这个 Notepad 加很强悍的啊，这里可以选择 SQL 语法，哎，这边还有语法高亮啊，好，然后就准备数据啊，我先把这个建表建一下，这样就行了。走，show tables 有吧？table a table b，然后我弄两个数据啊，cd have test via a 点 tst，a 是不是这些？三，然后保存 via b 点 tst，然后来。保存，好，我这个做得很快的啊，这个我就造数据嘛，是吧？然后我就把数据导进来呗，来导进来，我给你写啊，load data local impulse root 下的 have test 下的 a 点 just into table 哪个 table a 是吧？再来一个。load data local impulse b 到 table b 啊，拿过来粘贴就好了，好吧？好，然后 select sin from table a 检查一下有没有数据，有吧？table b 有吧？好，我们来做 join 啊，我们来做 join，我先做第一种 join，各类 join 哈。第一种叫什么？
内连接 join 就是把两个表的数据连在一起啊，就拼在一起，叫内连接。那我就这样写啊，写 circle 应该怎么写呢？应该这样写的，circle 人家也是一种结构化的语言啊，你别去什么 select 什么 a 点什么 id 啊，什么这么写，你哪知道有几个东西？你哪知道你要什么东西？你先 select，别管 select 后面就是你要求的东西，select 是你要求的东西，懂意思吗？你要求什么？在这里写，你先别写啊。再写个什么呢？from 就你的数据在哪，懂意思吗？你先写你的数据在哪，你要从哪里去查数据啊？from 哪个表？对不对？但是我不光是这一个表，我说还得有一个表。所谓 join 就是要把两个表拿过来一起查，知道吧？连起来查。那 OK，我要 from 这个表还得。Join table B 是吧？然后 join 的时候连接的时候，我就这么想，我是不是从这个里面就查数据？懂我的意思吗？从哪里去查？不是从一张表去查，而是从两张表连起来的表里面去查。两张表你把它连起来，是不是又是一张表？从这个连起来的表里面去查。好，你要查什么？在这里写，你要查什么？A 里面的所有字段是吧？所谓查什么，是不是就是表里面的字段？我要查 A 里面的所有字段，B 里面的所有字段，行吗？可不可以？有同学这个地方没看懂，老师这个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这个表起个别名啊，这个表太长了嘛，我起个短一点的名字行吗？别名是不是就在这个后面搞一个空格，然后加个名字就好了？就取个别名了，短一点嘛，是吧？OK，select 的 A 点先，B 点先，from table A join table B 行吗？行吗？咋不行？查出来看是个啥？你猜？走起！他不会就给我提交 job 去了吧？好了，出来了，来，你来看一下。这个数据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啥意思啊？A1 A 叉叉，B2 A 叉叉，C3 又是 A 叉叉，D4 又是 A 叉叉，是吧？说明啥问题？你不是这个表去连这个表吗？你没告诉人家怎么连？那人家就把所有的数据全部给你连上，全部给你连上。那这个表里面的 A1 是不是跟它可以连在一起啊？B2 也可以跟它连吧？C3 也可以跟它连在一起吧？你看，是不是？D4 也可以跟它连吧？好，是不是这个左边这个表里面的数据，所有的行跟右边这个表的第一行全部连了一遍，产生了几行？那不产生四行吗？好，接着这个左表的这个四行，再跟右表的第二行，是不是又全部连一遍？那不又产生四行吗？那总共会产生几行？那就是这个表的行数乘以这个表的行数呗。就这个表里面的每一行都会跟这个表里面的任意一行，是不是全部会连一遍？是吧？这就是连接。那知道现在知道什么叫表连接了吗？表连接就是把那个两个表的数据行是不是连起来？但是你又没有告诉我怎么连的话，我就会把所有的行是不是全部连一遍？懂意思了吧？好 ，OK 啊。接着来，这个是一个，这个就叫做笛卡尔集，懂意思了吧？我要是把它画到这来，可能会更加形象一点啊。所谓的笛卡尔集，这咦，咋的了？咋的了是吧？它是不是这样？
看到没有？对齐一点啊！咦，没对齐，下来一点，对齐了吧？下来一点，再下来一点，这不是两张表吗？是两张表吧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们俩没对齐。好，所谓底考级就是把他们怎么连，不是你想的这么连是吧？不是你想的这么连，这样连，连这么连连的话，是不是就只有四条？不是这么连的，那怎么连？他跟他连，他也跟他连。他也跟他连，他是不是也跟他连？然后接着，他们又跟他谁连？跟他连，他也跟他连，他也跟他连，是吧？接着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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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吧？接着什么？再来，再来。连出了多少条？16条嘛，因为这边四条跟这边连一下，是不是就四条？那这边四条跟这一条又连一下，又四条。那你这边有多少行？是不是四乘以多少？是吧？好，OK，这就是底卡加全部连了，每条都连了 左表的每一条和右表的每一条是不是都有连接？好，OK，那我要是不想连这些呢？比如说我只想要哪些啊？我只想要，比如说我左表里面这个字段是不是等那个名字等于 A 啊？右表这个里面也有个字段叫做名字啊。我只想连那些名字相同的连出来，我有用。我只想连那些名字相同的，是吧？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只想连这些名字相同的，像这条是不是连着？这条呢？连着，这个跟这边有连吗？连不了，因为这边没有一个，没有一行的 name 等于 C 吧？还有这个 D 跟它是不是可能连？是吧？A 跟它能连，B 跟它能连，D 是不是跟它能连？那连完之后有几条？3条。OK，那我要写的话应该怎么写？对，on 这就是条件啊，这指定连接追踪条件，那还是在这两个 from 里面啊，是不是在准备造数据啊？select 是什么？求结果，from 是干嘛？从哪去弄东西吧？从哪去弄东西呢？从这个表连这个表，但是我连的时候有个条件是吧？on，from A，join 它，on A 点 name 等于。B 点 name 是不是这个 from 这个子句？我告诉你啊，from 这个子句就是为了准备，是不是准备你的数据啊？准备好数据之后，再从这个数据里面去求你想要的东西啊，明白意思吗？SQL 要这么去理解啊。好，那我这么一来，这一次是我准备的数据压根是不是就变少了？所以我求 A 点心 B 点心是不是也就变少了？好吧。我准备的数据里面，因为它要有符合条件才连起来。来，走一下啊。是不是只有三条？A 和 A 的，B 和 B 的，D 和 D 的，是吧？那这种连接，这种连接，就是所谓的内连接，就是一个完整的写法了。可以连，还可以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连接条件吧。好，再来，除了内连接还有什么连接？还有外连接，外连接有好几种，有什么？左连接，左外连接又简称为左连接。我把这个保存一下吧，保存在哪呀？
课堂敲的所有 circle 啊，左腕连接，左腕连接怎么写的？ select 我先不知道，我想查什么我先不决定是吧？我先什么？ from 什么？front table A， 然后呢？然后呢 ？left 什么 ？left join 还是 out join？ 啊 ？left join 还是 left outer join？ 哪个？是哪一个？我发现我很容易把你们吓住，都可以嘛？这俩其实是完全一样的，知道吗 ？Left join 就是 left outer join 的缩写的简写 ，OK 的啊，啥都行。还有包括刚才这个 join 这个内联，其实整完整的写法应该是 inner join， 懂意思了吗？好 ，OK， 那我 select 然后 from 它 left outer join， 注意哪个？这不 B 是吧？好，我在这里 select A 点星 B 点星 from 这两个，这 from 这个连起来的一个数据啊。好，那么看一下这个有什么结果啊？看行不行啊？走起！哎，我是不是没有写 on？ 你们以前是不是没试过？试过没？没写条件你试过没？没试过是不是啊？这肯定要试嘛，你不试怎么行呢？好，看一下这个连出来是个啥？嗯 ，A 的一怎么样？和后面的是不是全部先连一遍？就是左边的第一行跟右边的所有行，是不是全部连一次？然后在左边的第二行跟右边的所有行是不是都连一次？那跟刚才那个 inner join 有什么区别？ inner join 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左边的所有行先跟右边的第一行是不是全部连一次啊？也就这么点区别了吧。好，但是当你加了条件的时候就会有点不一样了，是吧？那我就左外连接啊，然后我加个条件 on A 点 name 等于 B 点 name，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？按理说你这一堆数据里面只会保留哪一些？左边和右边这个 name 字段完全相等的才行吧？比如说这条是不是可以啊？还有呢 ？B 这里有一条是不是连上了？还有呢 ？C 是不是这边没有一个相同的 ？D 是有一个的吧 ？D 是有一个的，但是 C 会怎么样呢 ？C 会怎么样呢？他会把 C 这条保留，只不过右边跟他没有相同的那个。AC 的那一条是吧，它就显示个什么，它就显示个 none 给你，但是它左边的 A 啊 B 啊 C 啊 D 啊是不是全部都会出来，是吧？只不过实在连不上的这个里面它会保留一条右边的值就为 none， 可以吗？像 A 这个会保留这条是吧，不 A 这个会保留这条呗， B 呢保留这条呗，C 先不说， D 是保留这条， C 随便保一条，右边为什么为 n， 就这样。那这就是左外连接啊，走。是不是这样的？左外连接，那么左表里面的所有行全部都会在查询结果中吧，全部都会出现在这个连接的结果中。但是如果右表里面
没有符合条件的那个行，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 not，那这就是左外啊，那这个好理解。那右外呢？右外连接，那又叫做右连接。那我这么来一下，我先不加条件行不行？我把这个 left 改成什么？Right，右连接 A 表是右连接 B 表，我不加条件，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，是不是所有的左边的所有行跟右边的第一行全部连一遍，没问题吧？对吧？然后左边的所有行跟右边的第二行连一遍，然后所有行跟第三行连一遍，所有行跟右边的第四行连一遍，是吧？这就是右连接连出来的结果。但我要是不想要这么多数据，我只想要某一些数据，那就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连接的条件，on，比如说 a 点 name 等于 b 点 name，那这个数据里面就不会有这么多，它就只会保留两边的 name 相同的吧？这条会保留，还有呢，b 应该保留哪一条？这条是吧？这个 D 呢，D 会保留这条是吧？E 它也想保留，因为是右连接，右边的这个数据都想保留，知道吧？但是它保留的时候，这个左表里面有跟它这个 E 相同的吗？没有怎么办？填个 not，就这样了，填个 not。好，这就是内连接啊，这是外连接，还有一种。来，先看一下结果吧，是不是这样的？A、B、D 都有相同的这个数据保留啊。一这一条我就实在是左边没有相同的了，我就只好填一个什么，填个 not 给你了哈。OK，这里还有一个连接叫什么？全外连接，你上面有个左外、右外，还有个全外，全外用过吗？啊，没有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可能吧？你们骗我的吧？啊，select 全外，select from 是不是这么写的？from 哪个东西？table a full outer join table b。那你要查哪个呢？我就先不搞任何的运算，我就直接把字段查出来，那就是 A 点新 B 点新是吧？Full out join 就全外，来我拿过来看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A 点内，B 点内，倒过来而已是吧？这个倒是不要紧啊，反正也是我左表里面的一行跟右表的所有行是不是都连啊？左表里面的一行跟右表的所有行都连，左表的一行跟右表所有行都连，都是这样的。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吧？啊，加个条件就不一样了。假设我只想，比如说我只想要那些左表和右表的 name 字段相同的是吧？只想要。左表的 name 字段和右表的 name 字段是相同的数据，那像这个是不是只保留这条？是吧？只保留这条。然后呢？C 呢？没有。B 呢？B 有是吧？B 有。然后 A 呢？A 有是吧？好，你看到我加个条件，on A 点 name 等于 B 点 name，加一个条件之后，你猜？他给我连出来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？左边、右边全部都要保留。左表是不是有 A、B、C、D 来的？右表有 A、B、D、E 来的，是吧？那我左表跟这边右表能连上的，自然连上了。像这个左表里面的 C 跟右表连得上吗？连不上，连不上就填了个什么？not，对吧？
然后 D 是不是有相同的这个 name 的行可以连在一起啊？好，然后右边这个一，左表里面是不是就没有满足条件的哈？那就填个什么？填个 null， 这就是全外连接，是不是两边的数据都有，全部都有返回啊？看到吗？左右表的数据都有返回，那这就是全外连接哦，好吧？那 have 里面还有一种连接，叫做左半连接，左半连接啊，看着啊，它跟那个左连接很像，左连接是不是这么写的 ？left out join 啊，是吧？他把这个 left out join 改成 left semi join， semi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半的意思，左半连接。那你猜这个结果应该是什么？左边左表的数据应该全部会返回吧，左表的数据全部会返回，右表的数据呢它不返回。就这个 join 这个子句是不是要返回你一片数据啊？它返回这片数据里面只有左表的数据，右表的数据没有，而且他不会把左表的数据全部返回，他只返回那种左表和右表那个满足条件的，懂意思吗？他只返回左表和右表满足条件的，而且右表的数据是不返回的，懂意思了吗？他其实那他的结果其实跟哪一个 join 到底有点像啊？其实跟 inner join 有点像， inner join 是不是返回的是满足条件的数据啊？只不过它返回的满足条件的数据是两边的数据是不是都返回给你啊？让你去 select 提供给你 select 的是吧？哎，我这个只返回左边一半的数据，那我这个求值的时候我还能求右边的值吗？求不了，因为你的数据里面含有右边的值吗？没有，就这个是你的数据嘛，这是你的数据，这是你的运算表达式是吧？你的数据里面压根就不含有右表的数据，所以你只能 select 什么一点行。那我们先试一下，那个老段你是不是瞎扯淡是吧？我试一下看啊，说不定你是瞎扯淡，我告诉你我有的时候真的瞎扯淡的啊，所以你要试一下，别傻了信我哈，别傻了信我，信春哥的比我信我强啊，是不是出错了？我没骗你吧？我骗你我是自谦知道吗？我是谦虚，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出错的啊。来，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把哪个删掉？ B 来行删掉，因为你的这个数据，你注意 from 后面的全是你的什么？全是你的数据，你的数据里面压根就不含有什么 B 的东西吧？只有 A 表的东西啊，没有 B 表的东西啊。A 点行 from 就行了。来，走起，应该返回哪几条 ？A、B。D 是 ABD 啊， C 因为连不上吧，看懂了吗？这是 have 里面有的啊， MyCircle 里面是没有的啊， MyCircle 里面是没有的。那像这个语句比较容易用来求存在于 A 表也存在于 B 表的那些东西吧，就 A 表里面又存在于 B 表的数据，是不是求这个 A 表里面又存在于 B 表的数据，明白意思了吗？啊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把这个连接啊，各种连接跟大家说了一下啊，各种连接都说了一下，包括这个什么左外连接，左外连接啊，那就是左外连接的 select 子句中不能有右表的字段，好吧？好 ，OK， 这里。是一个基本的我们的 circle 的一个入门的啊，基本的 circle 的入门就是你会连接查询，你会关联查询，你会条件查询。好，其实后面难理解一点的是什么呢？分组聚合，这是还比较难理解的。你也把分组聚合理解了， circle 的任督二脉你就打通了，下一节课我们再来打通你的任督二脉，就是
分组聚合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吧，休息一下。